几天不见，你都可以拿点东西来逗大家开心。哎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糍粑，哪里买的？我自己做的。哦，难怪那么丑。哎，不好看，又凉，而且不好吃。嗯，对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糍粑。哎，不过难为你了，做出这么多来。 我今天来的意思是想告诉大家，我过两天就要走了。走。我就要去美利坚读书了，两天以后出发。不是的，你没说过你要走啊？你说过你半年之后才走的嘛？你说过你要在这里学好英文，到那里就不会被别人欺负了。你还说过，你又说过，总之你说过好多理由。你说过你现在不走啊？你太着急了，你先听亨利说完，是不是碧珠的意思？ 是，不是他的意思，还是富贵的意思？可是你，他，你还没有招他们染布，你现在就走吗？这我知道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啊。碧珠连火车票都买好了，那就非走不可了。一切都成定局了。 恭喜你，亨利啊！你做了那么多事，都是为了碧珠，也是为了你自己的心愿。现在你的心愿达成了，我们应该恭喜你的。来，我先敬你一杯。我也敬你一杯，到那儿用心读书。 答应我们，念完书一定要回来做桑园的司礼。这个等到时候再说吧。碧珠说，我去了以后，要念完小学、念中学、念完中学、念大学，小中大都念完了，也差不多20年了。20年，那我们永别吧。桑芝，你不开心吗？是啊，生离死别嘛。 总有些不开心的。好，算了算了，开心也是走，不开心也是走，还不如笑着走，总比哭着走好啊！来，亨利说的对，那我们就一起祝他一帆风顺，学成归来。好，谢谢。 破的桑叶，你不知道桑叶对蚕有多么重要吗？你怎么做管工啊？你不是从头学起？对不起，老板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很认真，我对大家工作的态度要求很高，我不容许有人浑水摸鱼，要不然明天就不要来了。全部解雇。岳父大人，大家听着，由今天开始都不用做了。 梁老板不会吧？不会那么严重吧？只不过弄坏几片叶子而已啊！岳父啊，请人需要时间的。你突然把他们全部辞掉，桑园要停工的。我就是要桑园停工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大家听着，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向大家宣布一下，富贵桑园因为经济问题要马上关闭。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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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桑园不能停工。富贵，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的？我是来救火的。 我这桑园没着火，是我的账房啊！岳父大人，你是怕我赔你的钱啊？哼，我赔钱，我账房的钱就快被你赔光了。哎，有办法，今天赔你的钱，以后还给你10倍。今天、明天，今天不知明天是，我明天让你当皇帝。哼，不是啊，岳父大人，岳父大人。哎，老板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你说呢？啊，你不会是不理我们了吧？ 你说呢？那你死了，我们也活不成了。你说呢？
秀莲回来了，秀莲回来了，秀凤姐，秀莲回来了。八妹，拦着她，不要她进来。不准进来，我要见七姑。七姑，你叫的吗？叛徒，你们回来干嘛？谁让你踏进冰玉堂的？这里外人不许进来，更何况你们这些叛徒，就是连上山都不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再不走，我扔你们下山。藏着齐凤，七姑，七姑，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。我帮你什么呀？你不是投奔陈富贵，另起炉灶了吗？要我帮什么忙啊？七姑，富贵丧院已经停业了，我们啊都活不成了，他更是一无所有。哦，呵呵，这个消息还没传到我们这儿来，是今天的事儿。人家有那么好的岳父，怎么会一无所有呢？就是他岳父的一声令下要停业的。哦，损人不利己，两败俱伤。七姑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是冰玉堂的人，以后冰玉堂里所有烧饭洗衣服的活我一手包办了，你就收留我一个吧。冰玉堂最讲究的就是齐心和团结了，我们个个都是分工合作，我们不需要请工人，请你来我们这里当工人，我们都嫌占地儿。七姑，秀莲是全锦绣村最喜欢撒谎的人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陈富贵派他们回来做奸细的呢。不是不是，七姑，我真的是被人赶出来的，请你相信我。我们已经信错你很多次了。你走了可以回来，桑稚走了也可以回来，你们都可以，为什么我不可以啊？做事呢，有前因有后果，我们可以浪子回头，不代表你就可以改邪归正。好了，还是让七姑来发落好了。七姑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无家可归了，我求求你收留我。秀莲，你来冰玉堂多久你自己知道，冰玉堂最可贵的是忠诚团结。说到忠诚，你是一败涂地。说到团结，你问问姐妹们，就算是我把你留下，他们也不会答应。至少我回来的时候，姐妹们都没有反对过，除了你。我相信如果你回来的话，所有的姐妹都会反对，除了你。你走吧。走吧走吧走吧。七姑，大家的意见很清楚了，我用不着说什么了。走吧，七姑，走吧，七姑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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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七姑。我们这里刚刚装修过，你看看这些东西都是新的。是啊，这些碗碟炉具都是从省城买回来的，要1000块，太贵了。这里的装修很漂亮，1000块一点不算贵。就是嘛，这里风水不太好。谁说不好的？你知不知道我娘以前在这里卖米粉呢、啊、很多人来买的，赚了很多钱呢。就是啊，你娘没事你有事，大家都知道你的桑园停业了，输给永泰祥了，我怕你连累我。500块，就算我帮你一下。500块，500块买这么大的店铺，你是不是有病吃错了药啊你？500块我送给你。你脑子还有病啊？脑子有毛病啊？500块，离谱！老公，老公，多苦我们都熬过来了，大不了从头再来吧。今天洗茅厕，明天吃鱼翅，老公啊，我支持你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让你吃鱼翅了。看什么看？算了吧，陈富贵。我们真的是来帮你的，用不着你在这装好人。哇，你告诉你老公啊，不要在那里装坏人，装着装着比真的坏人还要坏呢。是啊，富贵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我是过来人，做坏人很辛苦的，做好人幸福的多。你们根本就是在这助纣为虐，我不是装坏人，我是真的坏人，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无尸骸。老公，我支持你。嗯，娘说的对，我们要来的有尊严，走的也有尊严。你们要走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还没想好。就好像我从前那样，天下之大无处容身呢、啊、不关你的事，
我们一家人想留就留，想走就走，用不着你们这些外人来插手。好，陈富贵，你可看清楚了，你老婆根本不是什么好人，你早晚被她害死。是啊，富贵哥，你可要考虑清楚啊，你要是一走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的蜜蜂要多少钱？我买。你有钱我就一定要卖给你吗？不管你要多少，尽管说。你真的以为钱是万能啊？我是来谈生意的，在商言商，钱是万能的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对不起，我没想过跟你谈生意，我只想跟你谈良心。你有钱可以买一所房子，但是你买不到一个家。你有钱买得到药材，但是你买不到健康。你有钱能买到娱乐，但你买不到你的快乐。你有钱你可以收买人心，但你买不到自己的良心。你有钱你家不成家，你没健康，没快乐，没良心。我对不起大家。雨花，走。好，等等，有人说过，无缘不成夫妻，无仇不成父子。陈老板这么大年纪的人都可以当面认错，你有什么话为什么不能留在家里说？对不起，我和我娘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老公，我支持你。哟，讲来讲去啊，还是这一句话，全村人都知道了，真是讨厌。别这样子嘛，笑着走总比哭着走好啊。我想笑啊，可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啊，我笑不出来。你看看，其实姐妹们个个都舍不得亨利，可是她们笑得多开心呢。那亨利呢？他一样不舍得我们，只不过啊，他不想大家难受罢了。说到底，到外国念书是一件很开心的事，不过你看他笑得多假。而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跟碧珠在一起。以前我们帮他不就是这个原因吗？你能这么想就好了，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呢？不过感情就是感情，如果你要和其他事情混为一谈的话会很危险的。你想说什么啊？我不是想说什么，我是想给你提个醒罢了。用不着你提醒我啊，也希望他跟碧珠有个美好的将来。但愿是吧。我明白了，嗯，来，我们一起过去，让亨利啊笑着走。我怕我笑得很假，假假的也要笑。嗯，亨利，哇，这么多糍粑，哎，但是为什么每一个都不一样呢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个给你，你一定要把它吃完呢。那我要把这十个都吃完的话，我还不甜到心里啊？你到美利坚可不要这么油腔滑调的。就是，要不然把外国女人都招回来了。没错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告诉她 We deal 10 wives。 哎，你说什么我可不懂，不过好像你的英文进步很多啊。 Of course。 这个东西我可舍不得吃了，我要把他们带走。哎，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哇，内衣还真漂亮啊。是啊，这可是桑芝提议要我们做一件内衣给你的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你们真像是我的娘，更胜过像我的老婆。哎呀，我都抱不过来了。胡说，你有十个娘啊？不是娘，是甜心。哎，什么是甜心啊？是可以吃的吗？甜心啊，国外呢他们管自己爱人叫甜心，英文叫做 sweetheart。你们十个都是我的 sweetheart。 幸好啊是甜心不是点心。你们等我一下啊。
我呢，有点寒酸了，因为走得太匆忙，所以没有给你们准备什么东西，就把对你们每个人的感觉都写在这信里了，每个人一封。赵彩云、李小群、许八妹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当然了，这个是我用染布的颜料给染的，所以呢，本来是要试试看，没想到还不错。哎，齐凤姐，你喜欢红色的，这封信给你。这封信我用了最长的时间，足足用了两个晚上才写完的。你写了十张纸，你累吗？本来只用一张纸就能写完了，就那么两句话。桑芝，我真的很怀念在锦绣村的日子，珍重。可是一提到在锦绣村的日子，我就越写越多，越写越多。又教我跳舞的宋亨利开始，到你识破我是大老千，倒粪的亨利，到玫瑰园，还有我们的阿梦，到你买了我的门口，做了我老婆。原来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，而且这么多事情都是你和我一起度过的。是啊，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们真的很有缘分。我也说过，我们是有缘无分。不会的，你放心，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。等我回来以后，我们再在一起染布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如果你可以选择，你会不会选择离开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里，我也舍不得离开锦绣村。这里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，我觉得养蚕缫丝很有意思，也很好玩。有时候我在想，用什么方法让我们的工作更有效率，你说是很傻？不傻，一点都不傻。可是我因为碧珠而留下，也因为碧珠而离开。吃鸡腿。哼，连你都要离开爹爹了，以后爹想找人聊天喝酒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。爹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我读完书就会回来了。碧珠啊，娘真担心你，你去这么远的地方，要是有点什么事谁来管你？要是没钱了谁给你呀？哎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，碧珠不是第一次出门，如果他走得开心，早走早好。对呀，这次有亨利陪着我，他会照顾我的。哎，这才让人担心呢，因此而引狼入室，小心你血本无归。大哥说的对，你小心他去那边认识杨妞，花光你的钱，然后不要你。你们两个神经病啊，亨利已经不是那种人了。只有你才会这样的，还有脸说人家。我现在对亨利是100%的信任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是不会让他走的。还有那个叶桑芝，这次碧珠啊可真是幸运啊，他跟亨利还能够重归于好。家宝就没这个福气了，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你说好好一个姑娘，她进了冰玉堂就终生不嫁，太可惜了。怎么无缘无故说到我吗？就算她肯为我还俗，我也不会娶她，我心里只有妹妹一个人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
桑枝来了。陈老板，不会真为我还俗吧？桑枝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来找碧珠小姐的。有什么话快说，我还要吃饭呢。其实我想了很久，我知道我不应该来找你，可是我觉得真的有需要说。怎么，你们这些养蚕妹都是婆婆妈妈的吗？有什么快说吧。碧珠小姐，我知道你觉得我和亨利之间有什么，所以才这么急着离开。我们真的没什么，我可以保证，我连想都没想过。我是冰玉堂的人，我不会对他动心的。那就是说，如果你不是冰玉堂的人，你就会动心了？不会，我们之间只有兄妹之情，他的心里只有你一个，自始至终都是。而我除了喜欢过家宝，我没有喜欢过任何一个人。我跟亨利明天就要离开了，谁喜欢谁都无所谓。你可不可以不走？你凭什么让我们不走？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话，可是现在陈老板很需要亨利，冉不妨很需要他。你到我家来跟我说不让我的未婚夫跟我走，就是为了我爹的生意，你觉不觉得自己很不要脸，多管闲事啊？我知道我多管闲事，那是因为亨利是我的朋友，我希望你多关心他一点，多了解一下他的感受。你有没有想过他想不想走，他想不想离开？你是说我不了解亨利？不，我不敢这么说，但是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我知道他很爱你，很疼你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都一定会听你的话。我也知道你也很爱他，可是如果亨利跟你说他想留在染布房，想留在这里发展，你会不会同意呢？他真的想留下吗？亨利心里有很多话都不敢对你说。他不敢对我说，却敢对你说？对，因为对我说他没有压力，对你说就怕你不开心。亨利真的很想留下来吗？不是很想，是很想很想，想得不得了。我看根本就是你想亨利留下来，然后编这些谎话骗我。我根本就没必要这么做。我敢说，如果你们留在锦绣村，一样可以结婚，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快乐。我们不属于这里，只有你们这些养蚕妹才属于这里。亨利在这里就是委屈了他。不，亨利喜欢这里，他喜欢桑园，喜欢养蚕，喜欢缫丝，喜欢染布，他喜欢这里的一切。你不相信可以去问他。我不会去问他，因为我明天就要走。这个啊，是你最喜欢喝的桑叶茶。嗯。还有这帮桑药，你记得受伤的时候一定要涂哦。嗯。你可千万别偷懒，一定得涂。嗯。哎，火车票呢？火车票在哪儿啊？在那儿呢。哎，既然火车票找不到了，不如晚点再走吧。那当然不行了，碧珠已经在村口等你了。你真的很想让我走啊？哎呀，别闹了。那
这不在这儿吗？难道你就不能当找不到啊？当然不行了，你做了这么多都是为了碧珠，现在他肯原谅你，还跟你一起出国念书，你呀得多用心呐。碧珠的意愿就是你的意愿。你说了这么长时间，我都不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哎，走了。走了，快快快走了走了，快点走了，不要让大小姐等久了，要不然啊会被拧耳朵的。我突然觉得肚子疼，有点不想走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以后每天把这里打扫得很干净，直到你回来，保重。可是没有你的日子我不知道该怎么过。你说过的，你说过我们很有缘分的，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可是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和你在一起工作，跟你在一起聊天，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你以为只有你吗？我也要习惯没有你的日子，但时间会改变一切的，你放心吧。你走了，你再不走火车就要开了。你走了，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。走啊。千万得小心身体呢，啊！嗯，可别让妈操心啊！你放心吧，亨利。哎，我这女儿啊，从小娇生惯养的，现在就交给你了哈。大太太，你们都要保重啊！我们走了。亨利，你看我说了吧，还是你穿西装比较帅，以后你要穿西装啊。可是，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太自然。你想说什么？没有。陈老爷，大太太，二太太，那我们走了。好。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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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老公，老公，你们都来了。碧珠，你瞧，真是一群贱女人。老公出门，我们怎么可能不来送呢？是啊，到了那儿记得写信回来啊。是啊，你们放心，都放心啊。七姑，哎，七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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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连你都来送我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锦绣村呐，没有几个好男人，现在连你都走了，我真舍不得。谢谢七姑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我做了那么多错事，你们都能原谅我，而且一直以来那么关心我、照顾我，让我有机会做一个好人，我真的不舍得离开锦绣村，在这儿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乐、最难忘的日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亨利，你要记得快点学成回来，我们可都等着你研究新的缫丝技术，这样以后我们就不用那么累了。好，一定会的。嗯，到了那边还会研究缫丝技术吗？真是。咦，桑枝呢？亨利走，桑枝不可能不来送的。啊，亨利，时间快到了，我们快点走吧。好。亨利，哎，到了那儿要好好的替我照顾碧珠，啊，我一定会的，您放心，陈老爷。哎，真是巧合呀，又多两个人来送行。他们全都在这儿，难怪呢，原来亨利和碧珠要走。哎，怎么你们也要走啊？哦，去逃亡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哟，我看你这副样子，要换成我呀，发了财我也不回来。不过看你这样子，哼，发不了财喽。够了。不管怎么说，麻姑过去是我们冰玉堂的人，要是在外面碰到什么困难的话，我会帮你的。猫哭耗子。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我娘的，
就算我没得吃，我也会让他吃；就算我无家可归，也不会让他无瓦遮头。不用你担心。不要怪我倚老卖老。你看，这位浪子是真正的回头了。你这位浪子什么时候回头啊？七姑，其实我一直以来没有针对你，也没有针对冰玉堂。你帮永泰祥有你的道理，可我针对永泰祥也有我自己的道理。但是如果以后我回锦绣村的话，可能会跟七姑你作对的，到时候你别怪我。人生只不过80个春秋，七姑啊，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。到时候你真要斗的话，就跟年轻的斗。可是如果你仍然满心仇恨回来的话，我情愿一生一世都不要再见到你。后会有期。一花，一花，一花呀，你去哪儿啊？快点回去跟爹回去。如果想跟你爹回去的话，我不会阻止你的。不，我嫁给了你就要一辈子跟着你。哎呀，你想想，外面风大雨大，爹可不想你吃苦啊。爹，我相信我老公的。相信归相信啊，可你动动脑子，这个人可以背叛陈建，将来也可以背叛我们的。你死心塌地的为他做这么多事是为什么？他领你情吗？不有，我会记得以后为我做过的一切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怕你好不好？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次我不会让我女儿跟你走的。还有啊，我可以收留你在当铺，叫木川教你当掌柜，这样行了吧？这样当然不行，男人要有原则，绝对不能在女人的庇护下生存的。是啊，再说我不管多爱以花，我都不会这么做的，不然以花这辈子她都会看不起我。我自己的事业我会努力，我还没有到为了生存，连我自己要做什么都不知道的地步。哎，够了够了。是啊，你说够了没有？不管怎么样，以花都不能跟你走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还是跟在爹的身边。是啊，我回去。不行啊，爹，我要跟着富贵哥。哎，以花在我身边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努力？你努力过吗？你当她是你老婆吗？是就不会每天晚上睡在地上，不跟她一块儿睡了？啊！哇！啊！爹，大庭广众的，你说什么？爹说错了吧？爹说的是真心话。如果我早知道你对某人念念不忘，我一定不会让女儿嫁给你。哼！还有啊，那你跟大家说说，啊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要说真话啊，你是不是念念不忘这个女人？是不是？是的话就跟大家说清楚，你要是撒谎会被雷公劈的，臭小子！够了！我现在只想跟我娘还有以花离开这个地方。你信就信，不信就算了。想跟我走就走，不跟我走就算了。哎，你这臭小子，老公，气死我了！别理他，跟我回去，有饭吃饭，有粥喝粥，别理他。不，跟我回去。他要走，让他走去。真是的。哎，富贵哥还不算太坏啊，这么长情是吧？嗯，是啊，富贵为启凤姐守节，不是只有女人才会这么做吗？就是啊，我也觉得是。男人也会这么做吗？哎，就是说结了婚。带不同床，就是啊，结了婚都不一起睡，反而没结婚的一起睡啊！你们两个闭嘴！哎，亨利啊，我们不管他们了，我们走吧。丽珠，又怎么了？嗯，我不想走了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呢？你听我说，我觉得留在这里的宋亨利才是真正的宋亨利。我不想走了，我想留下来干一番事业。我喜欢这里，我喜欢桑园，我喜欢染布房，还有少司房。我不想走了，我想留下来。那你喜不喜欢我啊？喜欢，我真的喜欢你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你选择了我，就是选择了我，你就要跟我走。那你给我一点点时间，留下来一段时间。我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。碧珠，碧珠，碧珠、那现在到底走不走啊？哎，我们今天干嘛来了？哎呀，你俩还在这儿说，快去追你的妹妹呀、啊！快！陈老板，对不起、啊。好了，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先让他消消气，过两天再说。知道了。其实呢，我也不想你走啊。走吧，婆婆，回去吧。来，走。哎，真是一摞又一摞的糊涂账啊！哎。
走吧。桑芝，我的好老婆，打开这封信的时候，你能闻到一股很熟悉的味道吗？没错，是玫瑰的香味儿。因为我和你的一切都是因为玫瑰园而开始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你很讨厌我，你爱管闲事，说话又大声，跟我吵架还跟我打架，还让我一无所有。但是到了我要走的时候，最舍不得的竟然是你，因为是你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没用的人，是你给了我很大的动力，鼓励我去做每一件事。你一个人的力量等于九牛二虎，因为你力量惊人，所以你给予我很大的动力去做每一件事情，连我这副无所事事的懒骨头都被你推动了，也被你感动了。回来，你忘了什么东西吗？不走了就回来了吗？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你说呢？你怎么会来这里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这里是属于我们的地方，我来帮你种着这棵树浇浇水。你怎么知道是我种的？我看到了。你跟踪我？因为我想你。刚才的事你都听到了？我是听到了，不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我不明白。刚才在场的所有人他们都听到了，我想他们也很明白。你不要再说这些。可能每一个人都会笑我是太监，但是梁以花他一定不会，因为他很清楚我是因为你。可能你也会笑我傻，但是除了这样之外，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做。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你也不必再在以前的感情里拖拖拉拉，这样很没意思。但除了这样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总不能我的心里想着一个女人，怀里却抱着另外一个女人吧？人会变，月会圆，你变了就是变了。我觉得从前的你是可爱，现在的你是可怜。我没变过，我以前所做的都是为了陈建，为了报恩，但现在我所做的是为了我娘，我要去补偿，
七姑教过我一句话，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那你会在岸上等我吗？应该不会。应该。应该。那好吧，我走。你继续照顾这棵树吧。齐峰，我还想告诉你，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你未必会认同，但是如果将来我死了，我希望你能把我带回这片小树林，把我葬在这里，因为这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保重。谢谢你，保重。你能不能留下来？你只是想替你娘争一口气罢了。如果可以公平竞争的话，你愿不愿意？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，我愿意。公平竞争，在生意上决一胜负。船来了，我要走了，你保重。残种。我可以带你去拿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输给永泰祥，你只是输给残种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可以让你和陈建公平竞争。你这样做是出卖冰雨堂，为什么你要为我背负这个罪名？只要你答应我不再用卑鄙手段，你变回以前的陈富贵，这个罪名我愿意背负。算了，让他们去吧。你放心，富贵的心呢，始终在你这儿啊。苏启芳，你真笨！上次你输得还不够惨吗？这次我一定让你输得死无葬身之地。